今年这个除夕特别节目武力全开部分的舞蹈，就是有别于以往的那种很有力量很 man 的舞蹈，反而是需要比较走 sexy 的感觉，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。对对对，子雄哥，往年我们也有跳过那个 manpower， 但都是阳刚的，这一次突然挑战那种，对，柔中带刚的，有点娇媚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是跳街舞出身嘛，所以其实老师一开始就刁我说，没有要你这么硬，没有要你一直去用那个身体的那个律动去撞击那个拍子，是要你很柔的那种，哇，真的很难调啊，就很多位服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就会觉得感觉快抽筋。因为老师说要有一点挑逗的感觉，然后就回家就对着镜子，我到底要怎么挑逗？然后再怎么挑逗自己，就觉得好像有点恶心。挑逗，而且算了，放弃。对，刘毅是来救火的，他在我们第三次练舞的时候，突然被找来救火，所以他其实算是临危受命啊。是。他来练了两个八之后，我看他的表情面有难色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啊。”伟哥跟我说的时候，想说 OK 吧，救火，那我就拿着一根水管来，应该这样灭一下就好。结果一来看到跳舞之后，不对，我需要拿强力水柱，这太可怕了。看到老师他们跳一遍，我慢慢的一直飘走，我可以慢慢撤掉了吗？其实我们三个应该都是啦，明世凤凰找我们要做这个特别节目武力全开的部分的时候，应该都没有问什么舞啦。对、啊、对，就是来了。那我看到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被加到群组，我就觉得啊，完蛋了。对，因为我上次在明世跳过最难的舞也是他排的，好像是明世20周年的时候的表演。啊、刚刚是因为我们在排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就是对得很完整，所以我们刚刚的间距稍微小了一点点，然后其实我稍微没有抓上，所以我不能就把他的脚，就是我们脚背对脚背就撞。对，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五次练舞嘛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踢到过，从来没有。就今天好，因为你们来了，对，新闻画面拍一下，踢到了，踢到了。我因为我是百搭款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哎，那就三个一起来吧，因为我还没有演过渣男呢、啊，我可以让我演一次渣男的话，我觉得也还不错。跟燕佩我有搭过，我跟佑如好像没有搭过，所以如果有机会尝试，我觉得都是不同的感受啦。兄弟情重要还是女生重要？虽然说现在对我来说，这个应该是不太会发生啦，但是小时候这种，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是有的。网友是敲完你跟苏伟才一起，我真的有看到那个。对，蛮多网友是敲完说，哎、欸，可以请宇杰不要来破坏国盛跟成龙吗？但确实，我小时候是有做过这样的抉择，我是选择了友情啦。那个时候会这样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的一个年纪之后，好像兄弟彼此之间也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可能性也降低了，也真的比较少。现在已经不行有这样子的男困，这绝对不会有了，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？必须得加什么？对对对。